And I said it before and I'll say it again. Life moves pretty fast. It's not about personality, man. Hello, 又出现了。那个回家的路上呢，小哥说带我去喝一杯茶，然后什么茶？藏红花茶。这个上面飘着那个红的那个，应该就是藏红花。哎呀，尝一口，尝一口。是像奶茶，然后喝不到什么藏红花，就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藏红花到底什么味道。大晚上的喝茶会不会睡不着啊？先这样，我把它喝完哈。